请问贵党系今来啊？啊，贵党连香，我回来。贵党哎，周党我来啊。那就你也来啊。哎，曼娜，你帮老舅做陪饮料好不好？好，我问题。谢谢。又送我们饮料。董事长，阿五的要讲就别讲啦，无你先去问。佳姐。啊，这不是本家上无得人听的大小奶奶，想说脾气愈改愈歹啊，为迄寡妇开始变成服务员啊。表姐，你卖孤笑鸡婆尾啊啦！啊，你头先去红姜会啊，嘛无外好啊，啊，毋是头弄一个变小朋友啊，啊，结果你身边的查甫人嘛同款我，而且我今麦才知影，原来你对款白头脏的圣诞老公公冇兴趣。不管安怎讲，我是党团的公关主任，我的地位跟我的身份拢比你较悬啦。你实在嘛真厉害啦！本来介意的是李翔，到尾啊，结果嫁是伊的大兄。我在想，恁可是抓准讲家己好日子要来啊，像这样的翁会变作失踪去，为黑寡妇变作是一个服务员。那呢，德本哥，你是不是也开始做丽香那个小三的老妈子啊？王爱妃，你别打算讲你行了不起哦，你唔当别个，小摆无了陪顾。哦，我听到啊，阿姆哥，你姐姐对我呛声，面相也了歹着，啊，这慈善晚会敢办得落去？代志拢乱到安尼啊！你唔伫病院休困，都来这种慈善酒会创啥啊？要重新建立一个好形象啊！上好的方法就确实出席这种慈善活动。迄个秘书刚才咧洗着漂白水，一声就互你规个白色色。表姐，唔知你看到你较早迄个查甫人？你有什么反应呢？真大呢！办一个赈灾酒会，唔拿总招来搞捧场，连我的前任大嫂嘛来啊，搁连我前任大嫂的前客兄拢来啊，真正有够闹热的。林翔，啊，恁的圈子都这么乱吗？人讲来者是客，恁做主人的态度嘛爱较好。想要做主事，讲话搁这么酸，根本就是讲一套做一套。小珍，咱是来参加慈善活动，我叫你拍下手。哎呦，黄建辉，三九你这款台人办会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的人，竟然会讲出这款话，你是当时转型的？对啦，李翔，看起来黄建辉今麦已经正常啊，阿姨之前欠人的三亿，应该叫伊还下才对。你跟我讲。好啦，小珍。各位，我知影我过去做唔到真侪歹代志，嘛伤害过真侪人。我即马是感觉真后悔，嘛真歹势。啊，若是我做嘅代志，我一定负责任。我欠人嘅钱，我嘛一定拢会还。只是我才拄啊出名尔。我嘛拄到咧适应这个社会，敢唔当请各位给我时间，我一定甲大家清清楚楚。性情安尼假空假笑，想要甲我骗，即卖换一个方法，假好人假可怜哦，继续要甲我装笑就是啊。
总就好，咱是来参加慈善酒会，是来做善事的，讲话莫应该遐轻声细细。阿郎只是一个月龄22K的小司机呐，你计较要创啥啦？你计较哦，等到变作是咱乔家之妻啊！阿飞，你安尼讲对啦。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杨建辉，你现在这么高位这么老实，不怪阿飞对你一条兴趣。我参请问方大立伟，主要任督二脉怕通了，规个人都变巧，愈来愈变啦。你看，我有气势。总召，卖再客气啦，我拢是向总召你学习。谢振堂，趁你今麦阁会当笑的时阵，你着尽量笑较大声的，因为你真紧就笑袂出来。在这种慈善酒会，你拢敢把小三带出来，是唔惊去有人笑讲你是嘴讲乌味道，手提太低多？哎，这位小姐，我请你讲话较客气好无？什么小三？你刚刚看到我提这个铂金包，按300万呢，300万会当买一台名牌轿车，你敢知？我今仔日咯，也是贵宾，贵宾。我哪敢看到一只贵宾狗啊？乔曼娜，你摸不着。今日参加的各位拢是贵宾，拄则看恁讨论到真热闹，希望咱关节时阵恁买单这么踊跃。你好，总召你好，欢迎恁大家参加。应该啦，阿伟就要帮助古港的灾民，请大家踊跃捐款做公益。是啦，那捐款哦，当然愈多愈好啦。啊，不过哦，只要有心，不管数目偌济，我拢就感谢的啦。所以希望哈等正式开始的时阵，贵宾都会当抛砖引玉，我拢真欢迎。今晚咱慈善酒会正式开始。不是讲你是贵宾，那咧你应该有穿起来管哦。当然啊，那咧你是要管10块还是20块啊？秋满呐，你想我是要看我？我卖大啦，那是讲你的钱拢是卖剩。不是，我是立祥给你的啦。啊，你敢有恁某家立祥陪你管偌济啊？我家的立祥哦，已经准备好济啊，100万，安怎？原来你的身价就敢那价值100万尔哦！你好啊，恁来是玩耍过，对，阿得关心，阿那得出去，莫伫遐吵吵闹闹，阿那无本干，家己想面子拢还下了你。各位贵宾，我相信恁今日来参加，一定拢是有准备的，请大家唔免歹势，即马想要先报名做头一位有爱心的贵宾。哇！经过这些代志，我爸总算是平安过关。人讲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想要多做一挂善事，做一挂公益，替我爸积德祈福。我捐100万。阿小姐，你讲了真好啦！哪里讲，父母生养之恩是大过天。你现在替你爸爸做公益来积德，这种行为真的是大家鼓励还有支持。有一句话来说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哦，千金万金比不过子儿的孝心。只是用100万哦，要替你爸爸赎罪，可能有较少呢。啊，唔着天差啊地啊，差伤济啊，安尼无道理啦。啊，看见哦，咱这块隐喻的砖哦，只不过是空心砖娘。不过，咱是真感谢洪小姐你爱心啦。只是讲，希望大家会当关闭搁较济，恁讲好唔好？好。一百八会红嫌少，不理想讲要做贵宾，唔要付出代价啊。就算讲你为夫人，你无讲话，
我嘛是想要讲话啦，因为这一百万对这财民来讲，真正是亲像空心砖同款，有干那无嘞，啊，都不如卖关啊。好唔对啦，有人咧讲有效，出一个嘴用讲。真正人叫伊欠钱，要用抬，要用挂时阵，红大小姐嘛是目睭金金，无顾因爸死活，也别讲伊无钱啦。也唔过即摆为着要出名哦，一出手就咱雄雄一百万，虽然是一百万尔，也唔过我看红大小姐一定做唔甘的，心肝一定痛甲强要哭出来啊！既然要做公益咯。这出手就要开大方的啦，阿妹，爱管我这，做你花，钱我出。总长，我就知道你想我男主气概。我同阿妹，管三百万。关三百万，哇，真正是无简单。对大方一关就是三百万哦。那不过呢，这是党团总召呢，啊，一个是公关主任，两个是重量级的人物呢。你所管的钱，敢那有够重量级？哇，我那家咧看起来，哎，这地只是比空心砖搁啊宽一级的红砖娘娘。我不搞钱。我要管四百万！哇，空心砖花花啊，红砖，老爸，老爸们，七百，八百万，九百。你愈花愈管，那呢？我到底应该出偌济钱，才好得跟伊比？安娜。老庆官，其实你手头这个名牌包，嘛敢那价值三百万尔，是要哪敢比啊？秋曼呐，你卖听我讲，给萱萱，给出国做钱。方立祥，你也真小气啦！连一点仔钱都唔肯出，还是嘛敢做李伟啊？这千两百万。拜托，拜会，卖个话。要若无我伫沙洲做 A 来的钱哦，佮要吐得起啊！一千两百万，咱彭女士已经大出手啊！哇，红砖熊熊，上升变金砖，唔知谁要佮来拼？大家输人唔输阵，输阵就歹看面了。来，我拄则听讲，现场有一位手挂三百万名牌包包的贵宾嘛，伫个遮。啊，是讲唔知影伊是毋是要表现一下心意咧？啊，唔通哦，辛苦变个男扮闹鬼哦。哎，大方看你啊，啊，你娘真正出袂起，我就直接甲大家讲，你只是一个卖身的小三，唔是啥物贵宾，汪汪。贵宾呢？那恁今摆邀请这位官上侪钱，嘛是上阿三的贵宾上台，好不好？好。是你啊，干啥？来拢等你。哎，贵长，你敢不知啊？一下，我嘛不知呢。哎，这你放心啦，阮这边有做一张表扬状啊，等者马上就会当知影伊哦是谁啊。是啦是啦，各位，我今麦就请好古港的妈祖婆，配上这个上爱心的贵宾颁奖。来啦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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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位舅小姐，你贵姓？我姓洪，我叫王萱萱。王小姐你好，多谢你。我正要帮你去上做纪念，啊！你嘛将你手顶的表扬状哦，天开，我大家看什么？让我们大家与你共享你的荣耀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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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开啊这么爽快，一出手就是替捐1500万来做公益，你这不是小三，啊不是啥？不管怎样，就是做公益，我是替你想做民主啊！我根本就无乌白开钱啊，所以我唔得要办这个表扬状给你。啊，那么我请问你，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参加这个酒会？我是彭丽伟的。朋友啊，那你我搁请问你，你即马手挂这卡价值10万美金的包包是谁开钱买予你的？还搁有，你即马住的厝是谁买？而且你即马是住咧谁引导安泰？唔就是阮娘出的钱，你住咧阮本家安泰，你这不是小三是啥？刘信美，你无证无据，对我袂讲话哦。而且你想拿什么钱会当买名牌包给我？宝宝，你看，这是宝贝对我们爱的表现哦。伊阿宝宝大汉的时阵啊，想要互伊看，伊会知影你有偌尔爱伊。哎呦，啊拄啊拍架，拄啊惊到要死，以后伊看到你搞笑。袂啦，伊会知影哦，你是咧不计形象保护我呐。宝宝，你看哦，宝贝甲妈咪甲真正尔好，以后咱一家伙哦，是全世界上幸福的人啊。好啦，拜拜。我不会送啊，这是我爸爸的呢。妈妈，来啊！丁国江，我叫你国江，看到不？哎，王立伟，你要创啊？江小姐，你来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几天办赈灾酒会，你竟然来创敌我，根本就是恩将仇报！恩将仇报，哇！天地地都变矮，今日古港那边呢，拢是你得意的。你哦，欠阮姑家上大个啦！请大家看手头这张广告文宣，这就是小三呛正宫的证明。